的电视账号曾祥君。16-25，蓝队因为刚刚小安的三分球先领先一分。这个球曾祥君撞到进攻篮板，相当的强势。篮底下 power play。现在把王凡宇哦，来自于高师大的这名球员给换上来，这个球给的漂亮。冠一上来，熟悉一下比赛的感觉。这个球在篮底下，好球，这是13号14-54。换边，换边。东武豪在篮底下，这个球给的好，交给了曾祥君一个 nice pass。祥君先是在禁区里面接获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高挂的传球。再交给篮底下，再回给曾祥君连进两球。这连进两球，缩小比分，就连球。下一个变是 pick and roll 的时候呢，因为对方采取的是一个换防，但是又交代不清楚的情况之下，曾祥君就有一个下滑的机会。现在换上吴永胜。球赛交给篮底下的曾祥君，插板得分。其实祥君弧线真的很漂亮。林冠军，再给中间，再给高国豪，再给出来 ，wide open， 这个球传得漂亮 ，yes。哇，高国豪从一直到现在呢才下去休息。他的父亲呢是在80年代曾经代表台湾的参加琼斯杯的这个小杨哥林正明教练。这个球曾祥君踩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脚步进来，看一下。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简佑哲，再 kick out 出来，再交给阿吉，阿吉切入到篮底下，篮板球拿到，好球，曾祥君，常人，篮板球被孙思瑶牢牢的保护到，好前给简佑哲，这个球篮底下曾祥君 ，one， 又是曾祥君，有高国豪，对，进去的有曾祥君，对。哇，这个球，前右者往后一抛，它变成了一个，是把普灿熙给换下去。哇，好球！刚刚犯规。现在快攻，哇！交给了中间插进来的李承铉。这个三箭快攻真美哦！我这边中华队，哦，也打了一个全身旋反快攻，交给了曾祥君。曾祥君他当灌篮高手了，他当灌篮高手了。手高国豪的是1号的普灿熙，再有个林庭坚接入，再给他底线，底线曾祥君的空档，他也可以投三分球，哇！看教练祥君今天是一个有可能20-10的表现，哇！不要再有体能上的问题。92-75，零点周桂宇的出手。篮底下又是曾祥君，你不担心吗？或者说这根本不是问题，或者是他认为是所有运动比赛的一个最基础、最基本的。97-77，再交给曾祥君顶点，今天第二个了，今天第二个了，80。那像这个今天没有上场的陈冠毅哈，他也是一样啊。陈冠毅以前，在高中的时候，他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禁区粉丝团，回答相关的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物。篮下曾祥君再拿到 ，bank shot in。不过 Levy 其实在上半场也没有太多的上场机会，他在下半场这个得分很多，目前个人进账12分。哇哦！
来了一个双手的补扣啊！哇，曾祥军可以。再看一次阿吉这一次上篮啊，刚好，曾祥军的防守球员去封盖情况下，没有人来这个卡位争。林冠军抢了心脏地带的抛投球不进，再把球给抢到，这球再交给曾祥军，哇哦，都是透过。转身，这球往后跳，出手有了，哇，不错的一个脚步啊！中华队利用一个，底线，给到底线，又是另外一边的底线，哇，底线的跳投啊，目前为止把握性满意的三分球。对，日本队的二三号球员，他们练平时练的就是练投篮，他们也不用去练太多的过人动作。在上半场结束之前呢，有来一记灌篮，稍微提振一下士气。地板在亚诺篮底下做个假动作之后，好球！啊，陈冠毅第一拍没有传进去啊！啊，不要不相信欧洲球员的外线能力啊！他们的训练量是非常大的，尤其这样立陶宛球队。这球压到篮底下，交给曾祥军的双手 stand up。对。哇，林浩吉这一球啊，切进去的时候，找吸引对方中锋的一个协防，让自己的中锋在那会发挥较好的两场赛事。这球压迫防守又成功，把球给抄走。哇哦！后面又是曾祥军，而且回过头来更多一点，琢磨更多一点，否则真的立陶宛在进入到半场系统战的时候，他的得分效率也不差。是，这球再回给篮底下曾祥军的出手擦板得分，天哪！篮板保护在周桂宇的手上，周桂宇突破到前场，再交给曾祥军。周桂宇也用个人的突破手制造对手更多的犯规啊！中华队换上背后五号的林俊吉，到底线曾祥军的跳投三分球进！哇，这个三分非常的重要啊！